近日，聂远的老婆秦子月晒自拍照，照片中她身穿一字肩黑色长裙出镜，对着镜子嘟嘴卖萌。有网友发现，久未露面的秦子月即便穿着宽松，但大肚明显，又是素颜平底鞋，因而被疑已经怀了二胎。对此传闻，聂远方面并未回应。近日，有媒体拍到一组秦子月的近照曝光，照片中秦子月身穿白色上衣、深色裤子，化了淡妆，身材苗条，小腹平平，力破怀孕传闻。据悉，聂远与前妻分手后认识了同一公司的艺人秦子月，渐渐的二人擦出爱情火花。他们原计划2013年登记后就举行婚礼，因聂远赶拍电视剧而搁置，直到2014年聂远与秦子月才在北京补办婚礼。2014年5月8日，秦子月顺产生下女儿天天，一家三口幸福美满。